叫什么？我拿到了。都同一面，都同一面。搜一下看看，搜一下看看。搜嘛，搜嘛，搜嘛，搜嘛。啊，搜搜。好，等一下啦。稍微再放一点，23、24这样。这条有十斤重的。这条大，哇靠！终于逮到一条大家伙了，这可以啊，真牛啊！
过你啊嘞。现在踩住了，这个拿掉，线拿掉，线拿开一点，线拿开一点。啊，线拿掉，哦，全世界最大的。我中了，跟人家操我给你准备好是吧？我要跳下去了，两块六，六点半回去了。进港，进港了啊！马上到家了。先放上了先。今天不多啊、哦。三个人钓了20来条鱼。这条大概10多斤，最大的啊！今天又被天气预报给忽悠来了。天气预报报报没风的，哦，风浪早上出去大的不得了。哎，这个气象预报啊，报不准啊。好嘞，那回家吃饭了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啊，大家拜拜。